我师兄刘寿荣先生呢，出生在河北的沧州。由于那个时候生活比较疾苦，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没有了，生活就是难上加难，随父呢就是一下子来到天津。那时候很小啊，上学呗，学习成绩很优秀，到后来保送到南开中学。要搁现在来说，就等于是高材生了。我师兄。 最早拜望京腔为师学习八极拳，到后来，各式学艺得到了六世传人吴秀峰先生的真传，那是我们的师爷。在24岁的时候就开始授徒弟，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，带领着武林弟子多次获得冠军。在1982年的时候。 担任红桥区三大总教练，1984年天津组建三大队，由我师兄刘守荣担任总教练，还参与了最早的全国三大竞赛规则制定。师哥，当初这么多人想拜您为师，您为什么有的都拒绝了，都不收了？为什么呀？您有徒弟就教呗。 大部分人呢，还是拿师傅当父子一样，伟大高尚。那么确实，这徒弟自个儿上百上千徒弟吧，从没收过一分钱。对徒弟疼，管得严。97年的时候，噩耗传来，我师兄患了严重的喉癌，在患病的20年间，我师兄做了3次。 喉咙切除手术，懵，真懵啊！他是懵，也都不相信。到后来定来手术了，你做吧，自己也同意了。不相信，哦，不相信是癌症，很震惊，就是很揪心。哎呀，师傅得这病了，你说还能不能练武啊？癌症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度过的难关。 性格坚强的他，并没有被病魔所打倒，反而把主要的精力全部放在了自己心爱的武术上。他最终战胜了病魔，能够逃离死神的魔掌，实属难得。他不相信，他就是我跟病魔，看不了谁看过谁吧。有时半夜也起来，起来自己想起来那段，哈哈，写一段，想一段，写一段，我活就是赚的。 心态好，在患病的20年时间，我师兄出了3本关于八极拳的书籍，累计的手稿有300多万字。就在这个期间，跟病魔抗这期间，自己出书，从第一本书开始都是自己做。他是老南康学毕业的，他文化底蕴好，他接受新的事物。 就现在说电脑吧，比我们还先进了。现在又叫嘛叫QQ号，自己弄一个，哦，有QQ号还不行，就先就加个微信了。年逾70的师兄，为了方便出书，自学电脑，这种不断学习的精神，让人感到钦佩。师哥，您这个岁数了，不学的新东西了，你弄个电脑这些东西，你找别人弄不得了吗？外边不得花钱吗？ 他我学会他们省点儿，现在又出里边带光盘的、带影像的，自己录像、自己剪、合成，都他自己。来这一话，我别都带走了。现在师兄仍然是风雨无阻的，每天到长虹公园去对八极拳的训练进行指导。走了。 我学到现在呢，我学了快6年了，感觉呢，整个身体都不一样。我老家那哈呢，浙江呢，也有好几个徒弟，我现在呢，把这里的学会的八极拳也得发扬。看到八极拳的传承，后继有人。
师兄感到十分的欣慰。2007年呢，当时这个中央五套成立这个武林大会，就是觉得他们传统武术的打样片的时候，就是我在天津，我老父亲带着我李宝贵、刘宛禄还有赵文君，我们四人为主，到后来的时候挺成功。师兄的这本书都是真人的进行演练，通俗易懂，简便易学，都是原汁原味的八极拳套路，向世人展示了传统的开门八极拳，为传承开门八极拳，为弘扬和传播开门八极拳做出了贡献。可以说在当前是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，用我徒弟总来说的一句话，是国宝级的人物。我师兄曾经说过，我为八极拳而生，我因八极拳而重生，我为八极拳奉献终生。